今日吼是咱鹿港镇公所的这个新春团拜，啊，感谢咱啊各位只贵宾甲长官吼，啊，从来到咱鹿港镇公所吼，啊，有咱立委，啊，有咱议员，啊，有咱这个啊各地的议长吼，啊，咱代表会，咱的代表会所有代表，啊，甲咱这个学校，啊，咱只所有校长以及咱所有贵宾吼，啊，今日吼是咱鹿港镇公所这个新春团拜。真安吼，伫咱即个团拜吼，伫遮要来祝福咱在座所有咱遮好朋友，祝大家即个新春如意，新年快乐，蛇年行大运。伫遮吼嘛要祝福咱在座所有咱遮长官会当步步高升，以及咱遮公务人员总会当步步高升，所有贵宾大家当风头大展，大家大赚钱。那么今年吼，咱鹿港镇公所有真多的这个新的这个措施吼，要来进行，借着这个机会向咱所有咱只听众、观众朋友以及咱所有咱只贵宾来做一个报告吼。咱鹿港公所按今仔日开始吼，咱有一个这个服务的单一窗口。那么这单一窗口吼，是要服务所有咱只需要伫鹿港镇公所办的这个业务所的这个店面安尼吼。来到这时阵，只要来到第这个单一窗口，都有专人带你带到每一个科室去做你该做这个服务，用个上亲切的这个服务态度吼，来让咱所有这店面吼，再讲咱鹿港啊，这公所的所有的这同仁吼，都有做真大的这个改变安尼吼。啊，过来就是讲鹿港吼，伫这个今年度吼，咱有一个想法，就是讲，因为鹿港是一个非常有名的一个这个镇吼。咱鹿港欠一个这个儿童公园，咱希望讲伫这个今年度吼，咱来规划一个这个儿童公园吼，来予咱所有鹿港镇民有一个带这个小朋友去这个所在有当行有当佚佗安尼吼，这是咱持续的一个愿望吼，咱希望真早真紧会当来实施。啊，过来就是讲吼，咱鹿港这个所在是会使讲非常非常热闹。今年吼，过年吼，以我来统计吼，应该一天吼按这个。初一吼，到这初八，一天上少总要走150,000人的这个人次来到鹿港这个所在，所以鹿港这边吼，也是讲非常非常的热闹吼。啊嘛，感谢所有咱只观众朋友吼，会当来鹿港佚佗。我相信只要你来到鹿港，恁会感受着讲，鹿港这个所在甲别个景点是无同款吼，它真的是一个文化之都吼。伊无论是伊的这个历史的建筑，也是讲伊这个寺庙，也是讲鹿港吼的一寡艺文，甲鹿港这个小食，总非常非常的有名。那么伫这吼，今天嘛要再一次吼，来这个祝福咱在座所有咱只这个好朋友，祝大家一个新年吼，有新希望吼，心想事成。